合集。进游戏了，死局了，俺俩五五开。Good morning。我们向百拉配合，百拉船长死好多次了，太臭了。嗯，啊，多杀可以多杀这波几波的剑姬，是吧？感觉最近有点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状态没调整好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稍微细节一点，细一点点。你看，就上吧。我觉得第一，我记得第一波帮你，我看你吃了那个冰三级，我想说你马上三级，然后闪现捆他，然后那波是他死的，然后感觉你就往后退了一下，你没看到自己三级吗？不是、啊，那他我捆他，他有橘子啊。没事啊，我他橘子我也捡，我可以 A 到他呀，我减速他会呀，我红吧。行，还有 E， 跑不掉的呀。你看那有些人给点，给你个杆儿，你就顺着就往上爬。我是最近感觉有点菜呀，不是最近，是一直。我给你个杆儿，你就往上爬。你是猴是吧？我打了红，我把他红闪了，可以过来。可以。小亏。我。来了，我来了。他们剑姬还没有意识到 ，OK， 他死了。嗯、差一点点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闪现躲了个扣。回家了，这波得，这波不回家不行了，他要传了。队友真的是就看到我在上路，然后看到对面打野就打 F6 了，他要去跟对面一中单一v一，然后被抓死。他没 TP 了，他没有船，你可以去抓下路，哎呀，可以，都可以。这波还能抓他一波，等下一波我回家的话就不抓他了。他应该查眼儿去了。我去查回去。完了，我操，全没补着，打个屁呀！上了啊！对，闪现拍的可以的，俺俩别站一块儿就行。后边能杀吗？我先扛。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！往我后边走。扛一下，扛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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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不行，没技能了。打他个闪还可以。哎我操！这什么伤害？那个二段 Q 和那个 EW， 哎呀，这是属实是不太应该呀。不过我还想着杀他的，现在已经。
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危险。手机。完了，我被小兵卡里头了，我的天哪，还能这么玩呢？哎呦，我一个兵，那兵把我卡里头了，动不了了，我真是佛了。Nice 呀，猴哥！真以为我不行事儿，小伙子，我这个皮肤手感好差呀。这皮肤手感真的太差了。确实这波好弹啊，他走了就好，走了这波零花一血战还想弹，换一个，咱不受这气。哎呀，我就不应该买那皮肤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应该一个。哎，我把那都买了呢，我打一把，换个皮肤啊，换个皮肤啊，我换完以后，哎呀，换个皮肤啊，换个皮肤啊，你自己没有皮肤啊，你非得让我换。剑姬儿去了啊，下去了，往那赶一下，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，哎，不是左边走，哎呦，我马上到，能打，我能走，但他好像是有点费劲。哎哎，来杀戮一逼杀，可以开心，不亏。让我 E 一下，没事，我上去了。感觉我最近这兵线吧，哎，他没有大，能打。哎呦！不还想卡视野，直接你们 Q R 秒他，他直接闪现把我戳死了。不行，我血太少了，感觉还是不能打。我没视野的时候，就我在超里，他没视野，他也能 Q 戳到我的吗？这自动追踪，剑姬儿 Q 自动追踪。锤石过来，
不太行，得瞎着，得你也得过来。哎呦我去！没 W， 稍微踢快了点。我这不以为他没 W， 我想直接一炮把。没想到他有 W， 这线没进去。我哥，你直接来峡谷吧，南哥现在应该后弄管不了他了、还好，这个算是进去了吧。你这波大好了，可以再杀步进去。这是一波大节奏，左边有剑姬啊！哎，我们都在这边，没把这人杀掉 ，Q 到他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，他又死一把呀！把 TB 过来给我杀了，这波很干，太菜了。哎，杀他一波！哎，为什么我的补刀会这么少啊？过分，我感觉你卡的，真的过分，我都搞不懂。你俩都在上，我不回家了啊！不用回，不用回。你这波推完线就假装走，我的剑姬应该不会那么容易上到。假装走呗。就来我们这，来我们这，来我们这。我看看他有没有针眼啊 ！Nice！ 哎，把他塔推了得了呀！我说。这下路也太惨了吧，这得过去瞅一瞅了。这没事，就死一个我们赚的。
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你把中路线推到我们这边，哎，下路还要下路，我来一趟。这剑姬还可以杀。感觉我能秒他，他如果直接进超的话是。来死！可以来噻！这没杀掉，一个没死，一个没死可不应该呀！这维鲁斯射我一箭，能不能把我射死？小龙吧，回家小龙。我把隔些空。他们在送我。战争의지배자흔들리지마这龙我不去了，他们都送成这样了，我就上去收兵吧。哎，真的，你感觉是个什么问题，兄弟？还是得取消，得取消。为什么每一把我的补刀都比对面少呢？是我的补刀不行，是不是？啊？十七？喂？哦，早说呀！你不早说，来人！知道吗？喂喂喂！喂！啊，你们听不到吗？听得到啊！我说前面。前面没听到。好的。呀，这居然是我们家的峡谷剑锋。嗯，我躺的，我拿了个，他们过来杀我。准备打波小龙团，然后放峡谷先锋，这把就拿下了。快跑快跑快跑！哎呦，咱俩杀不了，太追呀！啊？哎呦啊！行。刚才放闪其实没啥太大意义啊，我要有个大的话我就放闪了，我这啥也没有，你说我放什么闪现呢，没意义。刚才放技能就是亏，死了其实都无所谓，下波团战有闪现很重要。
准备什么时候放峡谷？等打团的时候，看他什么时候团。我差不多了，下播。行，你给我个指示。小胖子，我打个双组回家，我们就可以接团了。这么多人呢，来来，可以中团了。这不我们阿卡丽也回家补装备，来吧，我们预警已经补过装备了。哦，预警要回家补过装备，他我们预警应该两件套了，我们阿卡丽也两件套，这不打算直接补。这是想干嘛？这是上路还想收一波啊。哎，我都不乐意收兵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不收了不收了不收了。阿卡丽叫我，阿卡丽过来，不管，直接直接推，直接推。不要了，这兵线给什么了？我亏点亏点了。这维鲁斯很烦啊，哎，先一塔先。撤吧。他没大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干锅。开。能不能打得死兄弟？不能不能，这个这个这个雪人努哎点死了，没有兵线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兵线了，兵线了，太能推吧。哎有点费劲了，好像拉倒吧。卡了卡了，我给 W 一下，能踢着吗，兄弟？是不拿下了？拿下，赶紧拿下，赶紧拿下，快拿下呀！哎呀，拿下拿下，还不拿下？拿下，兄弟们。